很多人觉得丸子只有油炸的才好吃，但今天做的这个萝卜丸子，我看一点也不比油炸差，反而更健康。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学起来，萝卜搓成丝后加点盐沙一沙里面的水分，在另外起锅倒入肉馅炒至变色，加葱花、香菇丁翻炒均匀，再加盐、蚝油生抽翻炒均匀后，直接倒到萝卜丝里混合到一起，加淀粉来增加它的粘性，这样抓匀了以后，团成的小丸子不容易散，水开上锅蒸8分钟左右就可以。 它是软糯中带着鲜嫩，一点也不比油炸的差，还能保留食材本身的营养。